黑旗投顾一个啊，就落70%，不然脱息成功啊！即摆都予陈忠信完全了解，血本无归是甚物款的感觉？爸，你利用董俊的身世，甲陈忠信的脚步拖掉的，这完全是必杀技呢，真无效果了。拍蛇拍七寸，这是小心的陈忠信以后刷落来，咱就要想办法弥补一下这个董俊。那是当然的啦。我相信，让伊了解咱的心意，伊咪当了解爸的苦心啊。文耀，那石头哥冇你的心狠呢，看你这么放假呢，你心内一定真无好过吼。讲起来，我之前弥补过于所犯的错误了。老董，等下迄只头骨演到了后，陈忠信就无再条作风作影啊！我希望从今以后，所有恩怨就安尼结束。不管安怎讲啊，你所做的代志，等于是反背陈忠信啊！伊若知影这个代志了，绝对会帮你说的。你若有需要阮的所在，你尽量开嘴啊，免讲客气。我知影。决定行这步的时阵，我就心里准备啊，以便我自己面对。老董，多谢这段时间真心对待我。等代志结束了后，罗文耀这角色也退出了，我叫你老家。多多谢谢，平安幸福。啊，文耀，虽然我即上讲希望你离开罗家，啊，不过老大，我知影是好意，啊，不过我有原则，我无心来管那过。讲实在，你罗家确实我客气伊的啊，你得莫个为难我。这拢感谢你用心栽培人才，又看不惯是你的作为，选择站在阮这边帮助阮，把你安好倒。陈忠信啊，再讲起来，那拢是你得意的助手，把你打败的。恁到底是讲啥的？阮在讲啥？啊，你敢不知影？你心内敢无一个底？敢需要我讲遐尼明？甲阮斗相共的人，就是派阮老家卧底假面具的陈文瑶。是文瑶甲恁斗相。那无啥会遮尔了解你遮老岁？其实你顶摆来病院看文瑶的时阵。阮爸妈就已经知影文瑶，唔是我真正二哥。文瑶甲你无共，这是有人性的，伊完全感觉到阮老家对伊的真心真意。哼，你这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啊，所以已经把所有代志拢向恁坦白了。摸唔着。伊讲伊甲阮二哥是做伙伫育幼院大汉，因为甲伊的养爸冤家离家出走，还要留伊二哥出车祸受重伤，为着要弥补，伊一个人搭去照顾阮二哥的志玲。有一摆无钱来伊约会的时阵，伊出现啊，提钱甲伊交换条件，伊为着要救阮二哥，就接受你的威胁，答应来老家改造是阮二哥。阮只是顺风捒刀情尔啦，
我是讲啊，林亚辉，伊甲董俊不要紧的关系时阵，我嘛无想到这招啊。确实是文瑶想到的办法。老邓，你卡无？你现在来我讲。然后呢？本来我听看卖，我就想要知影，我到底是跟一个心机寡尔啊重的人合作啊？然后，我要害你去恁公司的网站内面啊，放一个假的消息，和你打算讲美国那边的关税拢无变，佮和你打算讲中美贸易战根本都无拍起来。等你出来了，你嘛袂。白良心啊，你也免想讲要把所有的错误撒给文瑶啦。文瑶跟我斗三工，就是为着要打败你这个大歹人。伊无想到要得到任何的好处，单纯敢若想要弥补伊跟你斗三工对阮造成的伤害。伊甚至搁替你求情的，讲若不是当初时。你提出一笔医药费，面孔也无可能无个真啊！希望我会当看在，会当甲面孔中风的份上，放你一条生路。放我一条生路。罗在兴，你拄仔好就好。恁人家村，你家己真正这么高？我陈良成也无输到这么狼狈，也无失败到这款的地步，需要你留我一条命。我都讲过啊，你是一个专门咧偷摕人福气的少年，这边是因为文瑶伊反背我，唔是你家己真高真了不起。真正一可恶的，米国即马都在疗养，一倒十多年呢。我一看到伊，我的心就沉了。我若受到伊的错误，我就足怨恨伊的。我干要找你讨啊！哇，安尼你应该真有通等的哦。我开好济钱啊，结果伊同款倒伫遐袂顶袂动啊。所以你想要退一退哦，我看你即世人应该退袂动。你永远拢爱看伊倒伫诶遐，做人无才调，做鬼嘛无法度啦。你也无较好，董俊，就算我即摆徛伫美丽诶面头前，也无可能甲你一个亲手甲伊杀落伊人心高地诶人面做梦。安怎？即款看会着、爱袂着诶痛苦。就是你这外面久，爱付出的代价啦。无咱来试下看嘛，看是董俊先叫我爸爸，还是你的龟仙窟当中海了了的米姑，也英年早逝。我的承担，这个囝儿是些挂心肝迄种疼。我准你纠缠米姑，你别来了，这是阮的所在，那这只命条对你是无好处啊。陈中生，你甲米姑藏起，我无法度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啊。伊的病情才会无好去。说落来，我用我所有资源来救你，等佮伊亲情，我甲讲。伊悲惨的人生，啥人造成的？到时阵，我爱你跪在伊面头前，甲回心嘞！哼！哈哈哈！哎，看起来我复仇的计划头一步是正确的哦。看你规个人讲甲安尼笑起啊，可惜啦，只有地图伫个文瑶这图啊，我得了。哎。
不必啊。阿哥，王金，您即马看清楚啊！哦，罗兆英对待亲人，敢是亲人，是甚物款的差别啊？亚姐开到伊头前，磕头磕到死，嘛绝对比袂过迄个倒伫病床的、生痔疮的迄、那个尼姑，迄、那个半死去的人。所以王金，你到即马阁要戆戆继续听伊的，你家己应该想清楚啊！你讲啥物啊？金呢？亚姐？东俊，一个我拢袂放弃啦。我所犯的错误，我会一个啊一个甲伊弥补，唔免你管啦。爱讨，爱找互你，啊啥爱放下，迄是阮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陈良胜，为即马开始，不准伤害亚姐，不准伤害我认定的亲人。敢有包括罗在英？当然有。哎呦，嘿嘿，是不是？真正趣味，富美啊！你敢知影？一个查某啊，是凭红毯两个翁呢。世纪的人，你即马是安怎？你是拢无洗嘴？我是安怎？你讲出来，我拢遐尼啊臭啊！我跟你讲，今仔日若是文瑶替你求情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叫你手下留情的。你上好是好好珍惜你家己的性命，啊，若无你来过来念话，我绝对袂放你走，唔相信你再试看卖嘞。该讲的我拢讲，要听唔听随在。为了从今以后，我袂阁吞论。那是敢讲替你的头目来死火，坐你来。不必。干！你听一听，你是我这上乖上听话，好像小雨。你是反背我，小雨最后是甲陈家家族这个输赢等在边啊，甚至是你把这做老爸的根底全部拢挖空啊！龙宇，今晚我要倒啊！你们都要走啊！走！全部都跟我走！那石头骨是我的心血，我就要把它放回，我要让老板打，这是我的事情，谁人敢把阻止我，把它踢出去？这回参拜玉皇爷吗？是不是顺你的心愿啊？啊！